我想说，为什么我上次发的土豆头像视频没有人点赞，只有一个人？难道你们不喜欢土豆吗？还是土豆不喜欢半拉的呢？请你们在评论里说吧，拜托了。然后呢，我想说，我已经做了主播差不多几个月了，我也自己都不知道，自己都没有数清楚，请你们给我多多的订阅者，我需要1000个或者10000个，忘记了，因为我想要直播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对不起，忘记了，我还有一句话，就是这个视频。我一直说这个视频呀。